雪莉，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。我们这次要去日本的仙台，然后我们这次要带我爸妈去，这是满足大家的愿望，因为有人想去滑雪，然后有人想去看藏王树冰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带我爸妈出国，然后第一次我们去了澳洲的珀斯，我们是开露营车自助。第二次我们是去冰岛。是第三次哦，希望我们的旅程一切顺利。飞机 delay 了，我们原本是2:30的飞机，现在已经3:05。很多人，后面很多人。几乎坐满嘞！哇哦！我们下飞机了，我们到仙台机场，我们延迟了1小时才到，现在是晚上7:30，只有45分钟而已。先从仙台机场出来，我们要准备去搭地铁。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国内线，然后左边有一个2楼地铁站，我们就是要上去这边。搭地铁去仙台车站，而且在2楼。对啊，在2楼啊，这边不能上去哎、欸。得了，好，走那边。然后呢，上来后我们就要往左边出去。好啦，我觉得大家看懂中文应该都知道吧。哦，外面好冷哦。好冷哦，我没有穿外套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太热了。这里，哦，这里都坏掉。我现在要感应进去哦。啊，行李记得拿呢，进来吧。我进去了。我当时就说他用那个绑 iPhone 的啊，有弄对呵？对啊，啊记得拿出来。啊，我还没用，开始用啊。可以啊，他不用网络啊。阿飘拿出来。啊，走了。你在哪里？在钱包里。8:45，现在好像才8:10呢。对啊，大概半小时后。现在也比较暖啊。然后我跟你讲呢，这里要自己按。打开了。因为外面太冷。仙台站到了，开门了呀。然后看什么？去仙台车站吃晚餐，再搭巴士去山形。我们现在在排要前往山形的巴士，现在是搭末班车，后面很多人哦。我们到山形已经是11:30，我们明天6点就要起床，然后去藏王滑雪，好紧的行程啊！刚刚还有一个人硬说要去吃牛舌，就是这个人要吃牛舌。仙台就是要吃牛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你点的什么口味啊？我点了味噌口味，然后你是吃盐的口味，那你觉得盐的怎么样？听起来很有嚼劲。味噌的吃起来要软啊，可是我觉得就还好啦，没有到一定要吃啊。但酱菜
它的小菜最好吃吧。嗯嗯嗯。好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也很强。来了。没有没有人哔哔啊。大家都拿掉哦。这个嘞，你问他。三星到了，本11:37会到站。这是我一张纸的广告，电板，很像电板。这样做还蛮聪明的、天交通日而且我们的巴士就停在对面啊，对啊，巴士停正对面啊，走房间，迷你小房间，不是，是六爷吧，要下去吃东西哦，六爷要不然下去吃厕所。